YouCube 创办人洪盛成所推出的心理团 Kiss of Life 非常优秀且厉害，四名成员各自沉思十蓝色的练习生。在 It's Life 中，成员们展现了各自的特色嗓音，真的能够让人直接沉浸在女孩们优美的歌声当中。能够齐聚十大社曾经的练习生并一同出道非常的不容易，相信女孩们未来一定会大红的。Thank you.